一轮，江苏中超电缆对于八一大商的第二场比赛，两名队员也都是九五后。排名实力还有名气上来看啊，是樊振东优势。 好的，比赛当中，这个樊振东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。接下来就抢攻一把，双方的亚军。 来看一下第二局。而且按照樊振东现在的这个发展势头，他很有可能成为国乒将来的这个领军。到了一个小的高峰了，哎呀！哦呦！ 好的，这个球，好的，这个球发的漂亮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局。 哎，然后乒超是一周双赛，对身体的消耗比较大。对，这个可能比想象当中的要更赚。哎，这个球，我们在网球比赛当中也经常看到这种战术，这个原理都是一样的。你调动我，我也调动你，或者我尽量的。 他打这一拍并不仅仅只是笑这一拍，他会想到你可能下一拍的这个回球。哦，接发球抢攻，心态上也还是有点急。现在双方其实还是在同一起跑线，因为前两局的双方是1-1战平。也求一个变化。 一直运用比较多的是丁宁，他的这个大蹲式的这个发球，经常让对方措手不及啊。这个回合，接发球失误，好的，进入相持阶段。 他可能刚才乘胜追击的话，可能更好一些。上手。可惜了，这局就有点可惜了。在前三局的比赛当中，双方是比分分别是11-7、8-11、13-11。好的。 被动了，软台就被动了。好的。那作为这个当时双方的都是利于这个，大家印象比较深的，以快对快，双方以快制快。好的，这个局面，但是最终不慎丢掉之后呢？
接发球抢过一把，这场比赛的赛点了。11-9。